大家好，这里是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这边鸡蛋豆腐已经蒸好了，我们取出来。然后把肉末酱汁均匀地淋在上面。再撒上一层葱花或者香菜，个人爱各位，这神来一笔都瞬间让味道更上一层楼，闻着都垂涎欲滴了。好了，美味又下饭的浇汁豆腐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下酒下饭，上桌光盘，搭配大米饭都要比平时多干一碗。喜欢的朋友就点赞收藏关注我吧，这里是飘飘小厨娘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